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K。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我儿子的 Baby Car Seat。我今天选了这个有 ISO FIX 的 Baby Car Seat。现在我要把它放在我的车里面。我会选择放在 Passenger 后座。现在我要安装了。然后把这一个 ISO FIX 要夹在这个车这一边。然后你要听到有一声了之后，还有这个青色就是安全。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，所以当我装进去的时候，确保它是安全的话，它是青色的。后来在这个 passenger 的位置，可以的话你就调你的 passenger 挡到后面的那个 baby car seat， 确保 double 安全。为什么我会选择放在这一个位置，是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孩子的一举一动，